点较早睏呢，因明仔载到下晡，还阁有真密集的课程呐、啊，吼、哦！啊，今仔日甲大家介绍这门课啦，吼、哦，就是要帮助咱大家，吼、哦，对这个新闻媒体小可有一寡较新的见解甲认识。啊，咱即马开始，这课的这个题目吼，就是解读与解读啦，吼、哦，中文念起来拢同款，拢是解读。但是咱咧好多话点开就无啥物共款啦，吼，是无啥个共款，解读甲解读，吼、哦，共款的汉字，无共款的语言点开，就会当分别出，你这个语言的精密性，吼、哦，有够无？吼、哦，来，大声爱解的呢是这个思想的毒啦，全台湾人上较严重的就是思想已经乱去啊，歪去啊。七十年来的教育，我们的思想已经扭曲掉了，因为我们忘记我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了。但民间会讲的日俗，很多人不愿意了解，甚至用误解的心态来认识，叫做日俗。说啊，你参加这个民间会的人都要做日本人啊，是这种想法啦。但是慢慢啊，甲大家介绍，你就知影，这个、日俗是啥物货？日俗咧讲的，就是咱原底法理的身份的根源呐、啊，法理身份的根源呐、啊。阿、啊、未来进前，咱唔知啥物叫法理。啊，法理真简单来解释，就是讲，我跟阮太太结婚，我是银行，这叫做法律上的定义，我是他先生哦。啊，但是我未结婚进前，我咧交往的时阵，阮男女朋友。我伫正人面头前讲啊，这阮某啊，迄阮翁，安尼够算，无算啦，这叫做不是法理。但是你若结婚了后，你有一个结婚证书，有一个证明，你的户口，夫什么人，妻什么人，伊叫做法理，就是伫法律顶面的定义啦。所以咱的国籍伫法律顶面的定义是啥物货，咱来探讨一下。这是咱过去。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呢？你也看哦，日本天皇无姓呢，无姓，伊要讲王什么名字，还是单大将无？拢是名，天皇拢有名，无姓。好、哦、啊，这个地理时间，明治维新啊，到差不多1868年这个时阵到1912年。明治维新是把日本对这个部落式的国家转变成现代化的军事强力国家。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个甲午战争啊，所以大清帝国不才会挂牛，这个台湾配合给日本。在这个时间发生的啊，那大清呢，甲昭和呢，我相信。大家若有办身份证的吼，你我的是大人，不论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外公外妈，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出世的。啊，这个时间呢，全世界上大的时阵呢，因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拢在这个时间发生的。啊，这个时间嘛是咱台湾对日本开始治理台湾、整治台湾，和咱台湾的。卫生、经济、医学、科学，上界进步进入上界黄金时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大清跟昭和是两个这个台湾的一个黄金时间啊。但是呢，这个昭和在1926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咱战败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政治炼狱的时期，一直到今天都要70年了，好、哦，都要70年。咱来看哈、哦，咱咧讲个国际条约，就是安尼。国际条约，咱较早都唔知。国际条约其实是两个国家法人对签的。国家法人就是大清帝国的大皇帝，甲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因为着要重修和平啊，所以战争了爱签一个和平条约啊。也是讲一个条约，把这个战争做一个结束，这叫做这个条约啊，讲和条约啊。啊，但是呢，
皇帝不可能从他的龙座上面、宝座上面走下来签约嘛，对不对？因为皇帝是国家的一个代表的头，当然，那种查看也是讲派伊的手下人，的政府的官员授权给伊对签嘛。所以条约的形式大概是安尼啦。啊，现在讲伊是国家法人，因为一件头衔吼，袂讲大清帝国，光绪皇帝陛下，无。但是条约的上落尾，伊会写什么时阵？但是伊袂写头衔，因为你若讲光绪皇帝陛下签的，啊那安尼，光绪皇帝翘起，啊这毋就无效呀，袂无效啦，因为这个。君主制的国家哈，只要还存在，这个国家法人的位置就会一直存在着。好，啊，马关条约呢，其实伊叫做下关条约啦，因为条约所有的签的所在拢是伊的名，条约的名拢是签订诶，这个条约的地方的地名，差不多伫遮，哦，即广岛啊，加九州。啊，福冈伫即个海口遮，我放大給大家看，遮遮一个下关，啊、哦，这个下关条约，那个啊吼，我唔知先啦，变成马关条约，唯一有的可能性就是迄年端每年安尼啊，哦，马年，它叫做马关条约，啊，无我唔知先啦，叫做马关条约啊，因为嘛唔是马英九去签的嘛吼、哦，啊，这个时阵呢，日本开始治理台湾，过去呢。咱阿未吼日本独立进前，咱是啥物人？咱是大清的殖民地啦。啊，但是咱迄时阵是啥物款的身份？法律身份？敢知？咱用即卖话叫做本土台湾人啦。但是咱只有分几啊种种族啦，讲好多话。哦，啊，高沙族，啊，佮有迄种平族、客族，但是呢，所有的平埔族的那种西海话遮吼，咱拢去有满化去啊，唔是汉化哦，去有满化去啊。啊，满清呢，满清是倒位人，你敢知？满洲就是东北啦，即卖咱讲的东北啦，满洲人啊。所以呢，中文吼，中文的英文叫做 Chinese， 对不对？但是佮有另外一个名呢。满洲人就是满洲啦，洲话啊。啊，先来讲到这個，因为日本伫咧开始嘛是殖民，咱要个殖民状态。但是这个殖民状态呢，一直到1945年4月1号的那个诏书下来之后，就不再是了，哦，不再是了。来，那来看，那给大家看这个时期要去对应一下哈。哦钓鱼台什么人诶？你看，有人讲日本天皇，有人讲日本，有人讲台湾，有人讲啊，我说反正足侪。当然，即卖咱混乱的是伫遮已经失去一对一件代志诶正确的理解性啊，非常纷乱呐。钓鱼台是谁的这个问题哦？回答要有次序性，好，一它是有一个次序性的。来来来。你来看，中华民国第八年的时候，有人做洪灾啊，船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啊，哦、啊！中华民国写感谢状，感谢日本的人甲救啊，啊！请问钓鱼台上诶，中国，中华民国的人以洪灾去拄到。这个海难啊，总体这个冲绳的冲绳县的这个尖阁列岛底下海难啊，人家救啊，即马救回来了，中华民国写一个感谢状，甲日本感谢，安尼尖阁群岛钓鱼台什么人诶？对嘛哈、哦？没错吧？啊，民国八年1919嘛，啊、哦，1919年哦，哎，1919年台湾上哎，在日本啊，在日本天皇的啊，所以这个物件的弯转证明，这个台湾
尖阁群岛、澎湖拢切割去啊啦，甲中国一点仔关系都无啊啦。但是呢，即马台面有一个叫做马研究，有人讲未研究啦。伊个论文专门咧写钓鱼台是啥物人诶？连伊这专家伊都唔知道。啊，因为这个感谢状就证明这件代志，但是自这个中华民国来台湾流亡来到台北，一直到今仔日，无任何的国际条约，甲台湾、澎湖甚至钓鱼台挂牛，搁倒转去予中国，无哦，无任何的条约哦，条约叫 treaty 啦哈 ，treaty 无任何的条约来挂牛啊，所以来些上法律的课。第一个，你当安心，咱唔免不时伫遐抗议胡冒货冒，因为台湾甲澎湖根本都唔是中国的。但是咱从哈大汉啊，咱自细从哈大汉啊，哦，你啊选总统哦，会拍飞弹呢？啊，你啊投票投民进党哦，啊，就会战争呢，拢哦。啊，当咱即摆嘛免去投票啊，因安怎投拢是伫迄个体制内啊，吼、哦。来，你也看这两个时期，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你也知影哦。要参加世界大战哦，你的军力要有够，才会使跟人参加哦。哦，我举一个啦，日本摔跤有看过无？有吼、哦，爱拍真诶，拍假？假哦，假还无去你互拍看卖？这拍真的啦，咱也讲伊拍假是因为无拍死嘛，对不对？咱讲伊是真假是用迄个一般人小拍有拍死无拍死迄个讲法来判定讲迄真的假嘛。但是伊拢拍真的啊，只不过伊是必须爱表演嘛。日本摔跤是要表演的嘛，因为我去过啦，伫台北啊，一张票吼4000几块。啊，坐头前第三排，啊，谁人要坐啊头前？因为迄椅啊，摔落来较有刺激感嘛。啊，坐头前第三排，你也想哦，一般吼、哦，查某囡仔拍过，小拍过吼、哦，他拍五分钟你就无力啦。因为规身躯若要甲人小拍，迄是足紧张的。啊，你若感觉你的体力无够啊，你就煞，对不对？啊，你想我开一个4000几块，啊，坐头前第三排，入去看伊拍五分钟结束出来。安尼，即个4000几块就赔伊啊！当然无好看嘛，所以因爱继续拍落，啊，拍牛人拍，吼、哦，蓝绿大对抗啦、啊，蓝的选手跟绿的选手，绿的选手在打的时候，蓝的就要抵抗，啊，反过来也是。那我们在支持绿的时候，支持绿的选手，绿的选手被打，我们就会难过；绿的选手如果赢了，我们就会很高兴。这个就是政治炼狱。咱今仔日台湾嘛是，咱选举就是安尼，哪赢的哪对，支持哪赢的人就足欢喜的，另赢嘛是同款。二次大战哈，祖国证明的文件，你也看，这过去呢，大清帝国若要过来台湾是爱护照哦，他要出示护照的哦，古时候的护照是安尼哦，伊叫下哈，一个。陈无事伊要来回乡祭祖，陈无事应该是即个五姓啦吼。伊无事就是伊嫁迄个中国迄边，啊伊要倒来祭祖。啊祭祖呢，你也看，伊对厦门坐船，日本国台湾安平。伊要坐来日本台湾安平呢，伊毋是坐来中国台湾安平呢。即、這个证件就会当证明。咱台湾的出身啊，本来属地什么人？哎、欸，交合的时间，伫这个二次大战结束的尾期，伫8月15日之前，4月1日的交书，的这个交书呢，交书就是这个啊，这个交书予咱本土台湾人会使有。咱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当加做议员，这就是一个证明。
国绿卡的人敢会当投票？不可以嘛？啊，伊敢会当选举？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迄身份的问题啦，身份的问题啦。啊，中华民国的国民敢会使投票？啊，毋过即摆投票拢摕国民的呢，国民身份证去投的，敢毋是？啊，所以咱从征召的征七十档，你知无？咱这七十档唔全咧无啥物货，啊，咱拢伫遮咧耍这个，咱讲虚拟的游戏。啊，这个教书呢，这个时间点开始，这个时间点开始，咱的身份就变作咱讲所谓的皇民呐、啊。无论你有没有皇民化，你的身份在法治上，你就是变成皇民。所以，郝柏村在讲柯文哲皇民，对不对？但是你也暗知影要看进前，你讲啊，挑起种族歧视，挑起种族对立。但是实际上，咱讲真话啊，真侪中国人讲真话，咱感觉无爽快啊。啊，因讲假话，咱听甲足欢喜啊。咱头壳清楚啊，因为这政治顶头，因咧算的物件就是这个物件。哎，最爱利用咱的感情。台湾本土台湾人足疼台湾这个土地，因为咱伫遮出世的啊，咱无疼台湾是足奇怪的代志啊。咱一定是疼台湾，今仔日唔只会伫遮组织，伫遮出现，啊，就是要了解讲咱原底，咱到底是啥物身份嘛？啊，是安怎咱拢伫遮一世人？这七十年来吼，有人直接出世，有人直接过身，但是这世人都不知影，家己为虾米会活到安尼，这辛苦。去申请这个证件是不是要办一张？啊，这张不是有写着咱阿公啊，是是大人，有无？交何什么时阵出世的？啊，这就是证明文件。啊，无咱要去办一个户口，要办一个。这个户口填本啊，是要卖出，你是不是拢爱去办户口填本这种的？啊，迄就是法律的文件嘛，啊，这就是法律的文件的证明啊。因为日本来管治你的时阵，伊对人口的调查，你是对一个种族的，你是讲什么话的，你有什么习惯性，有只叫一个残有无？这就是白卡的意思啦，哦，白卡的意思啊，啊，叫一个种族无，叫一个服啊。福是什么意思？福建哈、哦，福建其实是不是讲福，不是讲福建的意思啦，不是你不是福建族啦，啊、哦，你是讲这个所谓的闽南话的这种语群呐、啊，讲这个话的人哦，哈、哦，你注意看，叫户族吧，户族就是现在那个户长啦，哦，啊叫一个天。上面是天花啦，降牛痘、降天花迄个啦，有预防嘛？啊，表示讲这医学已经在进步啊，叫清嘛？上面是清，带清来啊，带清来，啊，啊带清来就是中国人，我头拄讲满洲人，因为带清。那个宋元明清嘛，啊，什么人开关引清兵入关呢？啊，吴三桂是什么哪一朝的人？明朝的人嘛，啊，以引清兵入关，总归明朝就灭掉了嘛，啊，清就不是他们同一族的嘛，清来管汉人呐、啊，哦，就是满洲人来管汉人，啊，所以有汉，你看，有汉呢。早期有真少数、真少数的，即个咱讲大清帝国的人，也是讲因来甲咱遮做生意，吼、哦、做生意啊，做生意了，有个人伫遮落户籍，所以有遮才有遮的证件啦。所以呢，法律顶面定义的台湾人，就是讲你伫日本时代，你有遮的户籍的证明。这就可以证明，我们没有在分种族啊。你本身你在日本时代有这个东西的，无论你是亲也好，
你是汉也好，或者是你是本土台湾人都好，你就可以来办这一张本土台湾人，哦，台湾政府身份证啊。这个定义就是1945年9月2号之前，你的阿公阿妈、你的爸爸妈妈是大人，本来就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这的人的后代的咱，就是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祖国的建设，和大家来看一下过去祖国的建设。这个叫女权运动啊，平权啊，女权平权运动啊，解缠足会纪念，就是把那个白脚派卖风俗给解放啦、啊。因为白脚你有看过白脚的脚那种变形啊，有无？啊，我唔知影讲过去讲什么三寸金莲吼，迄种讲足水啊，足古锥啊，是讲迄种审美观，迄到底是安怎来吼？啊，当然有一种讲法啦，讲。男性沙文主义就是为了要限制女生不要到处乱跑啊，所以改有这个坏习惯的了哈，哦，产生这种习惯习俗了哈。哎，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在推广平权运动，所以在日本时代哦，女孩子是可以上小学的哦，会当上迄个公学校哦，会当读册哦。但是过去中国的这个吊带，女子无才，好不好？啊，你要读啥物册？读册都无效啊！你也要生囝，也要洗衫，也要煮饭，安尼就好啊。过去的迄种中国的文化是安尼教的，这是一个北头新北头亚，啥物是亚？车头哦，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前亚，后亚。那个亚就是车站嘛，车头的意思啦，哦，车头。啊，这新车转台湾哦，所有的新车拢拆到要了呀，拆完呀。啊，那较好较规靠规模的吼，可以做迄个中列池啊。这种新车啊，这顶完这个叫做鸟居啊，这是一个精神象征哦。看了这表示讲，迄个日本的迄种神道教的一些概念中，这是人与神的那个进出的那个空间啊，哦，鸟居，这也是啊，这是过去日本人在咱台湾建设的时阵，迄时阵有派足侪留学生去欧洲、去美洲、去美国去学这个建筑上界新的建筑技术，甲咱这个土地做上界好的建设。所有的这种在台湾看得到西方的这些建设，多数拢是日本干扰落来。你也看这個，这现在还有啊？过去车头头前然后一圈，拢会踩一尊。咱的记忆里面，拢是迄滴光头的有无？吼，哦，拢是迄个光头的啊，唔是姓孙的，啊无就是姓蒋的。一条路足奇怪，永远拢叫做中山路啊，不中正路，足奇怪。过去先来会采这个铜像，是因为过去叫一个华山总督，伊对台湾有建设、有功劳，咱甲采起。但是这个外来土匪政权呢，唔是呢，过来了全部拢拆掉，搞家己的坑起嚟啦。过去咱有办世界博览会。我无来民政府，我嘛唔知啊。后来去找这资料，我知讲啊，原来阮阿公阿嬷的时代已经较进步啊。过去有彩券呢，伫日本时代有彩券呢。你也知影有彩券什么意思？就是咱有赢钱啊，50块买一个幸福啊，买一个机会。迄咱有赢钱啊，才会用彩券呐。啊，无你去伊索比亚，你甲办，看你办会落去未？根本就不可能嘛！博览会，你也看过去的哎海报设计，新德亚，今麦也个滴啊！这是遐个留学生倒转来台湾，为这个建筑图设计，诶，设计图比赛第一名，甲起来。
今天日本若是要殖民台湾，他干嘛那么用心盖那么坚固漂亮不容易坏掉的建筑物？为什么啊？因为家动作是家己的国土在治理啦，在管理啦。这是过去咱的时代人也有参与在内底啦，不是讲这栋哦，安尼有做日本人起的，其实做侪拢是咱在地的时代人参与这个整个整体国家的建设啦。这起码很在诶迄个新的车头啦，哈、哦。下面一挂图片吼，会唤起咱过去的一挂情感记忆哦，哈、哦。1988年有一出这个卡通叫做《龙猫》，我囡仔吼，我囡仔最爱看的，我囡仔三岁外，伊最爱看的。啊，我头先我无注意到，啊后来我发觉讲，来对，竟然有共同的记忆出现了，是我们在做共同的记忆啊！哦，慢慢的看，你得体会到。我相信这可想了，会甲大家诶过去迄个失落的祖灵哦找回来。来，龙猫是咧讲这啦，伊是一个森林的精灵，还是讲树精？哦，这个人穿什么衫？你有穿过和服无？无吼，有穿过牙签？哦，去日本哦，哎对啊，你有穿？好、哦、呵，啊无穿过牙签无？无穿过牙签，我看见。呵，多数人没有穿过、哦。你有穿过无？有无？有穿过牙签？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啦，这一张是我小时候。唔茫怀疑啊！我小时候真正有穿过啊，因为我是来家吼，啊等于啊边相片先，我怎么穿这个啊？哦，我怎么穿个？其实我来民间户了吼，我有一个做深刻的反省呢。细汉我就是认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人讲我国语不标准，讲到支吃诗要卷舌，这样才标准。那要标准。才不会被人家笑，啊，就是爱练啦。啊，因为你知影，因为我即马甲阮囡仔教的，咱讲台语啦吼。伊甲隔壁的囡仔咧讲话嘛，是像咱是大人咧教迄种讲国语安尼，老风哦，大润发，会变大润发，毋是大润发哦。啊，不要紧啦，就是过去我是安认为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啊，一直到上建国，过新义。我爸爸跟我讲一件代志，二二八事件，我总错一个，哈，有二二八事件，我们老师怎么没有教？后来我才知讲啊，原来二二八事件，咱过去有一群咱的士大人，哦，啊个白色恐怖，白色恐怖，阮的一挂，阮老母因那边的士大人，就是阮舅公，有去要害掉哦，有去要害掉。我才讲，原来我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我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一直到我去台北吃头路，我一看到，怎么有平埔族？原来我不是台湾人，我不只是台湾人，我还有平埔族的身份，因为我姓潘嘛，哦，姓潘大概拢是番啊，水边的番叫做潘，啊、哦，这潘呢？原来我阿妈卡在那闽南环呐，我家就是环呐，那闽南环呐，哦，平埔族的身份认同。结果来到民政府，就搞啊，原来我倒是话，你香港的是，我穿这个衫裤是因为我阿妈阿公伊受的日本教育，伊卡搞我穿这个衫裤啦。对啊，但是这。我永远会记浙江做热的，我知影做烧啦。啊，伊浙江做热的，因为这是伫高雄的这个咱讲大鼻湖呀，讲赤山呀，啊做热，伊伫头做烟做热的，哦做无爱穿遮，但是后来才讲，原来我们过去的身份是这样子。有看过这无？最晓得吼，有人讲碰布啊，啊谁人有这個？因为日本来进前无济啦，
是乌一口井啊，你着抢水啦，你用关用抢水的啦。但是这是较进步的，用空气压力原理把迄个水抽起来啦，吼、哦。啊，较睁开的所在有啊，这苗栗的客家大院有啊，客家大院伫山顶呢，山顶阁有这呢，阁抽有水呢，表示迄水脉阁足丰富的啊。这卡是啥？炭属什么位？锂离位嘛，离位哈。啊，炭属什么茶做的？啊，辛诺基堆出的。啊，台湾唔是有一大一挂辛诺基起起日本新社？来，佮再炭属是唔是弄一个铁钳啊？有足水哦，起个足水哦，即马拢塑胶对不对？抽出来无张纸，下来派去换新的，是安那？因为安尼靠几趟个碳嘛。啊，即卡吼，阮阿嬷的计针吼，哦，伊做甲足精密的，拖拢拖袂发啦。因为你小看歪去就拖袂发啦。啊，但是拢袂拗袂歹哦，抗足久哦。较早有挂过网带无？有挂过牙签，我看麦。哦，好，这就是正港本土台湾人，日本籍的本土台湾人。较早就是拢挂网带，搞有啥物电网啊歹，电网啊顶。电蚊香，啊个什么杀虫剂，啊有这个蚊打就好困啊，哦有这个蚊打就好困，啊透早起来搁爱治，啊收伫这个边啊，有诶是迄个壁橱啊做诶，迄嘛叫做烫书哦，所以哆啦 A 梦啊，前面是虾米咧讲诶，较早叫做小叮当啊，伊就是住伫烫书来的，他就是睡在烫书里面了啊。哦啊，较早是毋是拢困即个门层？吼、哦，通铺嘛。榻榻米是吼，阮阿嬷咧困的，因为较高级。啊，我是困茶的，吼、哦，困茶的，困这嘛。较早肉薯即个人有无？有无？啊，这个人是在干嘛的？收票，他的目的是要收票，服务。为什么要服务？哦，对了，也在逼逼嘿，这个你要想吼，较早一台车有两个公务人员呢，好、哦、对不对？啊，起码呢，这个人被那一个机器取代了，有没有？用来悠游卡逼，啊，下车逼。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支牌子的关系啦。因为有的站吼，上细站踩一支牌子，你无法度贴票，你没有办法计算你的里程。但是要有一个人在上面，才讲，哎，你伫什么站？啊，你要到什么站？啊，要一张表，啊，看你偌侪钱，才给你贴票。那是用意伫遮啦，吼、哦。较早囡仔胖起，是不是规砖头拢出来找对不对？这是咱过去的文化，咱过去的风社会风气啊，就是安尼啊。较早骑过这个车无？这龙猫里面的影像哦，哦，有骑过这个车吼、哦。啊，囡仔是毋是拢坐头前？啊，只有一支管嘛吼、哦。啊，是毋是白个咧波啊？是好较软的咱坐。啊，较后较近代，较早无人咧编迄个钉啊，迄个钉啊有无？钉啊一个椅啊，啊总甲挂落。啊，会较白条的，啊，囡仔会当载，对不对？就是这啦。啊，较早阁有电哦，这有电费哦。哦，伊只后壁车链有一个迄个发电的。啊，这较早有车牌哦，这较早是管制哦。脚踏车有车牌呢？你想讲脚踏车速度会超过50，迄有翕相呢？唔是啦，迄是一个管理。日本伊连这个物件都会管理，啥物管理这個？因为人甲人咧行路吼，先弄着回一个室内就好啊。但是你若用甲有铁啊的这个物件弄着，可能着伤哦。迄爱负一寡咱讲法律顶面的责任的哦。所以这种是爱受着管理的啊。哎、欸，啊，较早有这个车对不对？敢有囡仔车？敢有辅助轮？无，所以你骑卡车顶安尼学的嘛，对不对？对吼，你是安尼学卡拉车会晓骑的，也笑一下我看麦。好、哦，你也看，本土台湾人就是这种的啦，哎，啊，所以呢，
这囡仔打袂，迄个坐袂着椅啊，啊打脚位中软过下过，啊在底下打嘞打嘞，对不对？袂晓动，佮跳落来用脚动。来，咱来讲美渐，什么叫美渐？美渐的意思就是讲，美国要佮占领台湾的状态啦。那即嘛，台湾地位的状态还处在美国军事占领状态啦。但是问题来啊，七十年来，可能早期三四十年前，还是四五十年前，还佫有看到美军，但是后来无看到啊。足侪人唔愿意相信，还佫美占状态啦。但是我来分析给大家听，其实我们还在美国军事占领状态。美国军事占领的根据就是这。二十三条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就是这个根源，这个法律的根源开始美占的啦，哦，这个美占就是这，叫下啦，叫说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这里说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家。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煞，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伊有权处理对方，就是日本的咱所有的物件、财产、领土者，伊有权，伊有迄个权利啊。因为签这个条约了，他有这个权利啊。这个是中文版哈。啊，这条约是上好。各国的国家经过国会同意通过，这嘛是这日本的美占的单位，足侪人唔相信。有看到这个车牌无？啊，就是这个 USMG 美占单位的根据，就是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四 B 叫下，你也看这英文哈，这 United States。Military government， 这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就是这个头啦，这个每一个单字的字首 USMG 在这啦，哦，就是这个东西。啊，有人会说，啊，美国军事政府还存在吗？你感觉还存在吗？还存在吗？存在。为什么？我刺激大家思考哦。我让网络给他们啊，美国军事政府还存在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啦，那是过去式了，过去式不存在啊，现在就是它存在啊。他说美国军事政府没有看到啦，所以不存在啊。我的阿公，你的阿公，你的阿祖，你有看到吗？你没有看到你的阿祖啊，你的太祖你也没有看到啊，那他们存在吗？你的存在就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嘛，不就是这样子吗？那这个是一开始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决定台湾地位的单位啊，它本身就存在啊，它不因时效时过境迁之后而不存在啊，除非美国消灭了啦，除非这个美国整个国家不见了啦，它才不存在啊，不然它就永远就会存在啊。那或许他这个单位会因为时空进迁，名称、组织会有一些改变了，但他就是存在的，仍然美国对我们有强烈的军事占领以及支配的能力啊。这个是不是直接的文件？这是一个中国那边哈，伊来证明讲咱一个武力状被占领状态，伊叫一靠叫下，好叫下，我放大大概看，伊加工。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面领土完整，有的没的，他就跟你说的了，哎，这句话就是说，台澎地区现在仍被美国武力侵占，哎，这句话就很趣味啊，台澎地区他不像金马，金马地区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他不这样写，他只写台澎而已，台澎不是他的啦，以及后边加波吉古嘛，讲这个侵犯由美国武力侵占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非法行为，
伊是讲美国做这代志啊，啊，这就是一个反证的文件呢、啊。啊，最近唔是有迄个中国的这个船啊，迄、那个军舰驶去金门，这个新闻你敢看？诶，外金门迄个外口的海港遐，无我再去注意者。啊，结果有一群人就跳开啊，网络就有一群人跳开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侵犯我国的领土？迄人到门口靠呢？哎，敌人到门口靠，夹夹讲侵占我们的领土。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是绝对安全的。啊，头中新闻，有人就讲啊，讲如果没有我们中华民国来哦，你们台湾早就被中共并吞了啦。有听过这种话无？有哈、哦？啊，其实这话多得病。是因为你们中华民国来啦，所以你们才没有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啊。是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战败，我们被美国占领中，顺便保护你们这一群流亡到台北的这一群中国人，是顺续给他们保护的呢。啊，美国将这个地理权啊交给他们，啊，他们不搞乱七八糟，他是顺续给人保护的，啊，讲得变讲，啊，他就是因为伊甲咱个保护个啊，在功德兵，啊伊甲咱保护，应该伊出兵去甲因拍，对不对？结果调咱的人去替因拍呢，是安尼呢？调咱的驻地去做因的中国兵，我哥啊，咱也毋是因的人啊，咱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咱甲盟军拍，咱日本人，咱甲盟军拍，啊拍了，咱互因占领。占领了后，因国共内战，因岛国共内战，不是咱甲伊国共内战，迄是因岛国共内战。伊战败走路啊，走来个台北，流亡在台北，叫做 Chinese Taipei，Chinese government in its Taipei， 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伊流亡到遐的时阵，因即马国共内战，八二三啊，古林头上面拢不要紧，结果调咱的人做因的兵去遐做炮灰。这就是啊，我讲的七十年来的炼狱。我们不知道为谁而战了，不知道为何而战了。美战的现象，美国军机来啊，美国军机降临了，这也是啊，这啊，这你看这新闻做甚的啊？那你看解读一下媒体啊，这新闻做甚的？美军机抵台救病患，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啊，台湾拢是拢无妇产科啊。伊生一个囝，就爱走去到日本哦。我若伫空中就生出来啊，是不是？这新闻拢是，这新闻拢是表面的啦。慢看这表面的新闻啦，哦，这新闻拢是表面的啦。F-18 降落台湾，这个新闻大概知影吧？知哦，啊，大家安怎看？啊，无张底票飞落来啦，啊，假的啦，嘿啊！你看哈、哦，台南基地、青山港这两个是足重要的指标。你也看新闻啊，拄着这两个机场出现的时候，你的眼睛就要放大了。你注意看这个相片哦，你仔细看哈，这个照片很有趣。它只要拍到这个军机，虽然是美国的军机哈、哦，但是这一种照片一定会出现这一面旗子。要跟台湾人讲。这个题我要搁关掉的哦，我还有统治你们的权利哦。但是咱今天去开记者会，就是要把它推翻掉，因为我们从法理的根据去质疑他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正当性。哦，我们不用靠抗争的方式，不用丢汽油弹，不用丢鸡蛋，我们走法律的路线。这个是内部人员流露出来的照片了哈，军机。我们看一下影片九，哎，人照给啊，好，你个叫姐。所以有你啊，有关军事的哈，有人讲美战无相信啦，我举例给大家听啦。有，咱知影有一个新闻，中国沿海布了两三千颗飞弹嘛。对不对？好、哦，
啊，有做过兵的兄弟知影嘛？拍台湾需要两千几粒飞弹吗？敢买？那免差不多几粒会使？一粒就好嘛。拍飞迄个总统府的办公室，总统的办公室就会使嘛？啊、哦，那一粒就会使啊？啊，伊两千几粒，伊是要对啥物人？迄件唔免啊，迄件你着一粒核弹都搞，你着摆在厦门，摆在厦门都搞啊。现在爱两千几粒啊，伊咧轰啥物人？我们的有那么将那个壮大的军事武力，值得他摆布两颗两千多颗飞弹在对付我们吗？放假的，放假的，冷门惊啊，放假的。我们后面有大老虎啦。你要用战略的角度去看啦，后壁有更加强的武力，伊唔只爱提防，啊无伊囥啊一粒在创啊。搁一个，你来看，大概那选举选赢中华民国的总统哦，都有航空母舰来顾嘞，就有航空母舰来顾着哦，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啊，啊，逐摆。那是美国有什么声音，拢是美国 AIT 讲话，对不对？啊，你唔捌听过有什么法国 FIT 啊？嘛无嘛无这种物件嘛，嘛无英国嘛无，其实拢是美国在讲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影片九。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通报。然后今天怎么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络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这新闻。充分的显示美战状态，因为美军的军机要来到青山港的机场，会当唔免联络塔台哦，敢未使？飞机要降落到机场，可以不用跟塔台联络就给它飞下来吗？不可能嘛，因为你不知道地面上有什么东西嘛，一定要联系嘛，啊，联系又没有上报国防部，这不是很奇怪吗？再来，伊都阿伯讲，2008年的三月总统大选之后，看来对不对？表示这个
弹头是在大选之前就放了嘛，对不对？啊，他也大选前后都要做这个军事的动作。再来，美国会随便把两个弹头拿去厦门、福建放吗？还是拿去北京放？啊，为什么要来这边放？不是在这边做提防吗？当然，有讲一寡描述性的言语，你唔免去相信啦。讲什么啊？阿兵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啊？不知道是什么，你又吓了都扁你，都转台湾需要料啊？一点知道是什么啦？基本个必须要做一些媒体上在铺露一些讯息的时候，他必须要做一些修饰、隐藏或者是一些调整过，不能完全真实性的曝光啊。虽然矿媒退去之后，好东西啊，爱去想讲背后叫什么原因。再来，开了一个外资的车，半夜到台南机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在两个机场里面来来回回？他有什么样的权力啦？我要讲的就是这嘛，美军想要有这个权力也当这家的动作啊。这那不是美战状态，他有可能，他有可能。来，台湾民政府真的假？我来讲一堆人哦，靠我搁讲假啦，讲遮咧开补习班啦，一堆人嘛是搁上课了，感觉嘛是搁假的啦，但是无要紧啦，因为咱知影有一个目标嘛，咱是根据国际法去甲美国过的呢。我拄来的时候我嘛唔相信啦，我是站在一个怀疑的基础点说，台湾民政府先骗我，那他给我的文件是他制造出来的。那我要去查这些文件，但这些文件并不是从内部查，我要从外部查，我从网络去查，看看有没有这些东西啊。给我一查啦，哎，真正有一个案件呢，叫一个 Roger Sealing 呢，真正有这个人呢。但是这个人刚好等于林志森秘书长，不见得哦。但是秘书长常常说他是 Roger Sealing 呢，啊，怪我去看这个物件文件，结果这个去下这个民政府给我的这个文件啦。哎，那文件的序号啦，然后这些关键字都是正确的。结果呢，这个案子家呢，写一个叫做 petition deny 呢，你的英文你也查起来，告诉说变成驳回了。在 Google 你也查起来说变驳回了。啊，做侪人就抓这点，这假啦！哎，案件结束啊，无啊，那是那个林志森秘书长家己内部的。有人就抓这条，抓条条，啊，伫遐咧，伫遐咧讲这，啊，结果呢，一直到去年，到月，这是咱个美国的律师啦，这是咱的律师，个美国的律师，伊来台湾演讲，伊伫桃园大饭店的时阵，伊演讲的时阵，伊讲，人家东兴用英文甲问，什么叫 deny 啦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How is different? 有啥物无共款嘛？结果呢？这律师就直接用英文讲啦，用英文讲讲哦。Today deny means today is not your day， 就是讲哦 ，deny 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的时间无拄好，你的资料无够健全，你有相关的国际因素无法度对你这个案件做一个决定性的判断，叫做 deny 啦。伊甚至足清楚讲 ，deny is not reject。就是不是不是那种退回的意思啦。啊，律师就这样讲啊，我如果怀疑，不就我饭汤，当美国人用英文的人已经这样解释了，我如果怀疑，假的嘛。再来，判决书，你如果去这个网址你给查，这个网址还在哦，你的网址给查，这个判决书在美国的官方网站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你去跟他核对，我们那个那边后面有那个台湾最终关系地位的第三册，还有所有我们去告美国的一些诉状，以及美国解密给我们的机密档案，以及这个判决书，我就去查这啦。我知道，哦，这物件拢真实的呢。民政府是因为法律的关系，一起到今仔日呢，因为法律这条路是正确的，咱有法度安尼行到今仔日呢，并不是讲哦，现在。有一个刚刚理论上很通顺的理论啊，结果会当开什么补习班的呢？这是咱设的办公室嘛？
这一挂申请的文件啦，当然英文咱无了解，啊，足侪人会掠这有某一挂单字啊来查来客考讲哦，这民政府拢假。咱对英文的理解绝对无本土日本诶美国本土的美国人清楚嘛？就算咱读足侪，咱嘛无法度像因读因美国本土的律师的用词，遐尼清楚嘛？一定是因本土人嘛，同款啊，变卦嘛是同款啊。当咱咧讲乌蛇蛇、乌不不、乌什么啊、乌骂骂的时阵，你要来翻译，互因知影。一定是咱知影，咱本土的人知影讲乌蛇蛇是啥物款的乌，乌骂骂是啥物款的乌，白沧桑是啥物款的白，白叔叔是偌白，迄是咱有法通去了解的嘛。啊，同款啊，变怪英文是因较法度精密了解的。这是民政府伫各大媒体有报出来的新闻，无论是广告，还是新闻稿，还是消息，还是遮个一挂文章等等遮个，但人也无看过啊，足侪人毋知呢，讲伊无看过，无看到。啊，若看到，第一个反应是诈骗集团。台湾人的思想已经扭曲去了啦，做这物件那是正确的、正面的方向，伊就会想一个理由改变过来。我举一个例啦，有一个人同事啦，雄雄一天穿水衫，我讲你今天穿得足水呢，结果伊的反应是啥？啊，你意思讲我较早穿得足歹哦？台湾人思想弯曲的是伫遮。咱甲娱乐的时阵，伊无法度去接受人对伊娱乐，伊顶多去怀疑讲，你娱乐是毋是有啥物歹的动机啊？现在思想已经变甲遮尼蹊跷啊！所以做侪物件正常诶，应该安尼做诶，对的方向，结果咱拢倒变。去开记者会啊，四季酒店，那你有看到咱这個班长吼？你嘛想讲烫北体是伤热呢？这个时阵是要表现讲，咱台湾有真济原住民，哦，咱讲高山族的，咱的本来的清茶就是安尼，哦。啊，伊知影讲咱台湾有真多元的种族的文化啦，哦、啊，咱去天皇，去甲天皇接收，哦，人了思想弯曲的台湾人就安尼讲啊，啊，你接收啊，假无义，啊，你什么天皇？计无伊，阿公啊，载机啊，我买咱载，我带我迄个台湾共和国个机啊嘛，载伊一两机去，阿公紧翕一个相，紧收起来，讲啊，我买咱，我买咱寄去，人这是寄一两百机，安尼光明正大行去呢。甲天皇接收是因为我头拄好讲过嘛，伫法律上，天皇的制度只要还存在着，那个诏书的有效性就会一直存在着。我们的法律的那些身份的有效性就会存在的，我们要去追回这些东西啦。日本若战败了，整个天皇的制度若消失去，遐诏书遐拢无意义啊。就是因为天皇的这制度还搁伫咧啊。参拜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是什么意思？是去追思去。咱讲兴亡，还是讲去扫墓呢？清明有去扫墓，啊，你敢去扫隔壁的墓？没嘛？迄别人倒来祖先，对不对？咱台去扫，啊，是安那要来遮？因为三万九千几名，咱的先烈战败，啊，降伫即个靖国神社呢。我无来民政府之前，我嘛唔知影有这件代志。后来我知影讲啊，咱遮拢唔知影通要去，咱讲。那讲卫灵祭，唔知要去卫灵。自由时报这个看了一个月，苹果日报一个月，这个美国的司法官员去年来演讲的时阵，伊去到咱各州演讲参加参会，到各州呢，这司法官员呢。哦，一群人就开始在讲啊！啊，这司法官员啊，民政府凊彩摕一个钱去
外国请一个大咖来演的啦。你听人讲吼，可怜佮悲哀呢。啊，较清楚讲，啊，这是已经退休的啦，叫退休的人拢无好，退休的四界拢嘛会使演讲人领外多啊。然后你讲啊，即摆问题是，你是一个美国的司法官员，你退休啊，你敢毋免受着美国的控制？你的言行啊，你是较早是，就算你是过退休的。你是一个退休的官员，你敢会当凊彩去一个台湾的诈骗集团内底演讲？敢袂使？袂使。但你甲逼出来，你就知影讲遐话拢假讲的啦，无意义的啦，讲风凉话啦，因为根本就无影专心讲要互台湾的地位要正常化嘛。伊来演讲的时阵，伫台北的国际会议厅，我嘛去听。伊所讲的遐个物件，都甲咱论述完全符合啦。伊咧讲的，就是啊，要个台湾的地位，就是安怎啦？要美军占领啦，迄个时阵中华民国是啥物货？日本导航等等遮啊。这是咱去记者会，哦，这是说那讲告诉的那个封面。啊，咱参加这记者会，有只咱只的动心去，吼、哦。啊，这个时阵直接开这个记者会，我看 live 的呢。啊，你 live 的吼，你呐，无提早半点钟看，你就看无啊。啊，这记者会足重要哦。这个、记者会，这是迄个记者的主持人胡林。1895年到今天，就是开记者会这一天，第一拜。本土台湾人的女性在国际会议厅替本土台湾人发声。1895年呢，咱敢无爱甲胡林拍破鼓励者？我伫遮并毋是讲要伫正人面头前要甲胡林巴结呢。我知影即个记者会是足重要的呢。即个记者会有咧参与来，当来人就咧甲我讲讲，伫即个记者会发表了做所有的。迄个外国的记者，迄、那个美国人啊，伫开记者会之前，伊拢甲咱当作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要开什么记者会？啊，开记者会了，才讲原来咱的形势是只悲哀哦，原来咱的形势是去用吞打70吨哦，原来是安尼哦，伫伊人眼中已经分别出来啊，咱毋是中国人啊。啊，这律师啊，咱才多少看到啊？伊就伫美国出现啊！啊，哪个讲这个咱请客钱，请人来演戏的？迄记者会拢演戏，全部拢演戏的，对啦。人生就是戏嘛，对不对？哦，到戏的时阵嘛是演戏啊，思想错乱啊，台湾人就是思想错乱去啊。70年，足70年，这个时阵读华教育的开始啊。中国流亡政府来台湾，伊要做的就是这个，他在殖民，他在消灭我们的历史记忆，消灭我们的历史记忆，让我们成为不是本来的样子。我们在 DNA 上，而且这可，这个徐格林老师也敢讲，我们在基因在科学的定义上，我们有40000年的基因序列，证明我们是本土台湾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证明什么叫做本土中国人或者是汉人、哦、啊，我们的历史记忆，那很多人说、啊、400年来，其实我们不止400年呢，台湾不止400年呢。来，你来看这张带电，他吼，你来看这里面写的叫写，因为过去我们的进退啊，那个进腿呢？知道什么叫进腿吧？较早亲爱无一支杆啊，啊一支梯啊无，爱顶管那刻个大日本帝国印字，啊因看到这呢，讲把这个字给抹掉啦，讲把这个字抹掉，讲注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样，哦，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
日据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建造，均已改为中华民国某年。他刻意在消灭这些历史记忆啦，所以伊咧殖民啦，伊要把这些物件改拆掉掉伊，改抹掉伊，啊，建这个因中国这个较歹、较烂、较后的这个，就是安尼。你啊看。民国前十三年，因民国前十三年唔得去伫对，还袂出世诶，讲招来遮咧新建啦，即叫讲民国前十三年诶，即嘛是，哦，遮中华民国十七年，伊十七年搁伫对，搁伫中国咧小坐咧呢，你来看这個时间点哈，中国人根本不承认过去的朝代是属于他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用民国前啊，他把那个公元的纪元年的那个年号哦，他用他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民国两个字当年号来记录这个历史。所以我现在哦，大家看这张，日本的天皇的制度已经两千几年啊。所以平城，现在是平城哦，平城的上面叫做昭和，昭和上面叫大正，大正上面叫明治，所以没有平城前，没有昭和前，没有大正前。安尼了解吼，所以因的关系是会当追溯的啊。所以你在民国前表示你前面你是不承认的嘛，所以照理说你应该是民国再来，可能是溥仪，可能是光绪，什么回一直到什么乾隆第几年啊，过来的明朝的什么明太祖什么有的没，安尼应该年号应该往上追啊，可是不是啊。所以当你用民国前的时候，就会造成这种谬误。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民国前250年，清朝。前500年，明朝。皇帝是民国前4600年。教营记的公法，这样我能了解，这个地球是民国前64亿年出生的，是不是？你要用这种逻辑啊。所以中国人根本不相信，也不承认前面是属于他的历史。中国都是一个朝代灭掉一个朝代，把前朝的东西完全毁灭，他不会在既定的基础上做更好的建设，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在被消灭。所以其实不是中国朝代啦，是大隋帝国、大唐帝国加几多国。有人跟我讲，讲咱过去吼，咱的迄个中医啦。我的技术足好的啦，华德的时代安怎样啊？我讲中医，华德的时代应该无中医吧？那是汉医啊！哦，伊讲啊，对对对对，汉医。啊，讲咱过去中国的历史吼，安怎？哦，讲中国历史是1912年才开始有的呢。中国它有啥物历史？我无得甲问啊。啊无，三国吼，魏、蜀、吴三国对不对？三国时代哪一国是中国？你讲都是。啊，都是那个精神分裂的啊，都是，因为三国就是三个国啊，唔只个三国啊，你若讲都是中国，啊不，是啥物会？三国时，安尼你得来重新解释啊嘛，再重新解释啊。三国时代，加三国时代魏蜀有三个党，一个是吴党，一个魏党，好、哦、啊，然后一个蜀党，是安尼吗？根本就是以前都是部落形式的国家啦。好，以前叫部落形式国家，这个呢，那个中华民国，他用一个理解性的，用一个诠释性的，用一个组织性的，把所有的朝代结合起来，变成他自己的历史。你要用世界史来看，全世界，欧洲现在是不是那个意大利的首都是不是罗马市？罗马市的人可以跟法国说，你是我永久不可生生。不可分割的领土嘛，也是安尼嘛。用我们过去大罗马帝国统治整个欧亚，哎、啊，遭遇土耳其攻，你这个是我大罗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看，那这个意大利罗马市的市民遭遇讲安尼讲，一种啃脚头啊，那当作头壳破去啊。你们第一次乱来，那你看影片一。你捌美国公司无？你捌美国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啥物啊？甲恁顶早讲啊？
那日本啊，日本安定噶多，哎呀在，日本店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园的，都唔知。就你去喂。啊，那个。哦。啊，唔，是怎样跟你讲的？你讲你知。哎，真的咧。走美红公河啊，个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阿尚，你阵住台南？台南，是啊，是啊，十只阵只。哦。是啊。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定在当阿边啊？对啊。迄个美红公河诶。啊啊。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诶。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诶。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的，我搁知影的呢，我迄阵四岁啊。日本变，好难见着。变要转的。阿伯啊，这是路边采访的演讲阿伯啊，吼，伊咧变演讲的。啊，阿伯啊，讲的敢对？唔对，唔对，伫倒位？是美国订炸弹的嘛？不是日本嘛？伊讲日本啊管的呢？伊讲日本啊订炸弹呢？咱今仔知影嘛？咱今仔坐伫遮，咱足清楚嘛？但是啥啊？伊讲伊的时阵，日本啊要走的时阵，伊四岁。啊，若讲1945年走，伊四岁，就七十当，伊即马74岁，对不对？伊拢知啊。顶礼拜拜六的中昼，你食啥？你都袂记哩啊啦！你袂记哩啊啦！除非顶礼拜拜六个中昼，端好你生日，你有食什么物件？印象深刻啊！无你袂记哩啊！70年前，伊两岁，伊四岁，伊知，伊这林弟弟，这个70年过程受了教育扭曲去啊，时空置换了。所以伊洪彩凤的时，伊做主人表现出来讲：日本啊管的啊，啊日本啊甲咱定的啊。过年放炮，你也可以等于念房间房哦，就是这道理啦。所以这逻辑伫来，咱头壳内底吼，有当时啊，咱思想咱用洗脑洗到咱拢唔知影咱家己咧讲啥物货啊，迄是足严重个呢。但是头壳清澈个人，伊若无要甲你点破，伊就笑笑安尼啦。美国人对咱嘛是安尼啦，啊，你若要做中国人，啊，你要选举，或安尼或者民主哦，啊，你就继续算。啊，咱就伫遮咧练脚，伫遮咧练咱的，练咱的体力，练咱的性命安尼啊。来，台湾毋是中华民国，咱所有咧解读的根头根源，就是伫遮。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这个线一定要把它切断。这是上界严重的问题啊！但是即卖台下面自我感觉伊是。代表本土台湾人的党派，伊拢要甲这两个连做伙，是安怎？因为伊徛伫真内底啦，伊是徛伫真内底既得利益者啦。啊，这个一旦切断了，中华民国是一个翘起的国家，还是讲是亲像一个死去的尸体？啊，是台湾人家一直甲散会，啊，互伊安尼活落去，活到今吗？伊安怎活？啊，就一直选举啦，一直互这個制度一直活落去，会当运作啊。一群人就去参加伊个选举，啊，甚至选甲变总统，做总统。所以唔只会讲阿扁窃国这个讲法来。我较早听阿扁窃国的时候，我足气的。我是选举唔认输，选掉啊，起黑锅安尼唔认输啊，结果。因为你用感情的思想，你来看啊，你会作气的。但是实际上，因的认知内底真正你切国啊。因为你本土的人，你不是中国人，因目睭、因头壳拢知影足清楚，你们不是中国人呐、啊。我们是把你洗脑洗成你们是中国人了，但实际上你们不是中国人了，你们是本土台湾人了，甚至你们是日本人了。啊，所以你就是。因为今天换了新婚，啊，你来参加我的制度，啊，走起来做我的头，我当然嘛不服啊。所以连整个讲以纯种的中国人，哦，纯种的中国人，啊，咱伫这制度内底，
对，三省家的策恶的领地啊。中华民国已经死，我们看一下影片二。中国人讲真话，你爱甲相信啊、哦？中国人讲真话，是就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怎么样给1912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呢。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了。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李敖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有一篇秘密的演讲，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一部分人还相信这个中华民国的幻觉一直持续到今天哦。我相信大家还没来上课之前还在这个幻觉当中，现在很多人在台面上仍然在这个幻觉当中，还在这个幻觉里面。你也知道1950年3月三民艺术，就是1949年前几年诶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啦，已推翻了中华民国啦。啊，所以隔年啊，他流亡政府就是知道自己已经亡国了。1950年，起码2015年。1950年，2015年，65年啊，过去我老爸的时代，一直到我买记啦，还搁咧唱反共抗俄的歌呢，而讲反共餐。迄个阵，迄种洗脑洗到做脚稳的，你知无？我跟他总统这样讲，你是人类的，你知迄种物件，你无法度甲撇掉啦。世界的伟人呐、啊。所以哦，我若像这個国民党教育，我若想起来，我若足可怜的。哎，像我这个这聪明的头壳，太去背迄个物件。好，跟上起来啊、哦！来，中华民国其实完全被封杀了啦，哦。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啦、哦、这是台湾人最严重的认知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要解读的话，一定要从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把我们对爱台湾的这个情感从这个理智里面解放出来了。因为那个白社会啊嘛，那就是白社会啊，白社会人家攻击到中华民国啊，你就会听。但是我们不记得中华民国是外来，咱家认同，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所以咱大部分的人拢是中国脑啊，中华民国给我们的脑，因为它教育上洗脑。再来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爱台湾，所以我们是台湾嘴，好、哦，我们台湾嘴。啊，这个，哎、欸，这个是，哎呦，啊来，中国脑，台湾嘴。那个马英九是什么脑？不是啦，那卖那个妹啦，人家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好不好？他的脑是装什么？不是啦，他认为他是什么人呐？中国人。可是他在国籍上呢，他是什么人？说得好，就是美国人。
国籍上哦，你现在要开始分得清楚啊、哦。可他嘴巴上他说他是什么人，那你可以分得出来的吧。然后他跟高沙族说，我把你们当人，当人就是你们不是人，我把你当人。啊，你知道那种头壳的思想哦，是一种足专制啊，是讲过去一种足中国式的一款的思想啊。啊，台湾人哈、哦，中国脑、台湾嘴有一些中毒现象。我相信过去的我们成长经历到现在还没从里面解放出来的，都还有这种毒素在里面。我们要赶快把它清除了。这毒素就是这个啦。咱可以自己中华民国流亡期啊，四个在为台湾加油啊，这个期啊，个别咱可以出去国际社会，较出去就是迄个梅花 Chinese Taipei 的期啊，奥运期啊，这个期啊呢，我免得讲这個，这悲哀就是外国人那对咱台湾过去的历史无了解。伊当然嘛唔知影这历史，这咱原谅。啊，过去咱无了解，嘛会使原谅。但是后来咱了解，咱清楚啊，咱唔能够做这个动作啊。咱甲一个人无承认这个旗啊，改起来讲，这叫做台湾。咱若欺骗家己，咱去欺骗咱亲戚朋友，哎、欸，我们爱台湾，就爱起这个旗啊。甚至去到国外欺骗外国的朋友，讲这个就是台湾。这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那个连结线没有切断的关系啦。我们到处跟全世界广告说这个叫台湾呢、啊，以至于所有的网页上面只要出现台湾，大概都会出现这个旗子啊。啊，有人讲啊，无法度啊，我今麦就是安尼啊，无法度啊，清楚，咱来跳出来，咱跳出来，咱清楚。中毒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啦。你也看哈、哦。连民调拢来骗哦，骗啊个骗，那是骗一站，个第二站，个骗我较深诶。好，你即个强化心理学上有这个东西啦，叫做强化正增强、负增强。伊甲你同样的概念，一直做持续性的、重复性的教育，啊，你得增强，啊，你得对那个东西信念不已。来，你也看，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做民调，这个问题打电话给你问，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你支不支持？有人的支持啊，哦，65.88%，你看台湾的民意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你这个问题问了，再给问第二个问题，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没有必要改变国号，建立新的国家？哎，没有必要嘞。哦，所以这是最大民意啊，最大公约数啊。可能拢打电话去问冠村的啦。啊，这个东西就是二次强化，第一个你同意了，第二个你就必然会同意了，所以就会造成这种统计学上的一种假象。我们看一下影片三之一，对不对？这个影片刚看过，啊，知影这个原理吧？唔知道？因为这玻璃杯啊，吼，玻璃瓯啊，伊是圆的，啊，水倒落去时，就亲像焊镜呢，放大镜啦，吼，啊，后边的光线啦，经过这圆的曲，这个弧线哦，
伊个大河折射成完全相反。阿伯，我看看这是啥物？看这影片有目的个呢？这影片要甲咱讲一个代志。所有咱今日所看的媒体，也是教育，头前就是有这个不要炸嘞，予咱看到的物件完全倒变啊！你若是一开始你就知影，不要爱袂倒水进前，迄、那个箭头是按倒手边的嘛，对不对？但是后壁来的人水已经倒落了，伊看到的是正手边的，倒手边迄是真相啊！你有看过的人，你才知影。真相就是咱的士大人，因经过228，经过白色恐怖，等等到这，士大人知影。但是经过洗脑的后代的咱，咱唔知影。啊，就是迄杯啊。啊，咱唔知影呢，士大人要甲咱讲，都无啥敢讲，因为若经过228佫留落来，经过白色恐怖还佫活的，伊敢会当讲出？真正的历史，予咱的是知影，因为讲出来啊，是谁呐？去行运动啊，可能会遭受到无好的下场啦，哦。啊，要帮助大家，即马来看这个媒体是啥物货，哦，帮助大家。媒体呢有足济啦，有足济的物件会咱去看。啊，他拄仔咧讲的中华民国甲台湾的物件，这两个名词，你爱改都对啊。置换一下中华民国跟台湾的这两个名词，在看媒体的时候要置换一下。我们看一下影片四，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强的。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36年来的首次。好，暂停。有什么大陆？多少天的台美断交了吧？刚有台美断交啊？我你有听到吧？无听到，无听到。咱顶棒，咱为头棒，哎，咱为头棒来。你注意听啊！看完爆炸再来看到，因为无论是影片，还是字幕，还是声音，2015年1月1号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36年来的首次。啊，暂停。有什么大陆方面是进行抗议？台美断交，你认为有台美断交的请举手。怎么打开耳窍了哈？你认为没有台美断交这件事的请举手。啊，没有举手的是不是不太知道、不确定？啊，我打给大家讲哈，美国跟谁断交？有跟台湾断交吗？所以今天去讲到这，你还可会惊惊？不敢确定，就是。你要去绑在中华民国内底哦，你认为台湾也等于是中华民国？你只要这个观念把它切开来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切开来，很多东西会混在一起讲，你就会被绑架，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感情是会被绑进中华民国里面的啦。我们也被绑进去了、啊、哦，你看我们断交呢，我们现在恢复了呢，来，我们放下去。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就表示说，双向原升旗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36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原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也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要敲门打开哈。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现在自己给压起来。违反一中政策，行了。因为这个旗子举起来的意思，表示他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啦，并不是承认台湾还存在啦，所以才会违反一中政策啦。一中政策的定义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叫 China， 在联合国你。那个旗帜里面哦，它叫做常任理事里面的旗帜里面叫做 China，
那这个代表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了，每当是中华民国了。所以太阳花下海星，王公在美国嘛是国家记者俱乐部开会，要求美国曾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显然美国要做所谓的坚持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因为中国人最爱分裂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中华那个苏维埃中华民国中华国也是中国啊。你青菜上面的人也都是中国啊，不，中非共和国嘛是中国啊。所以你他多少共哦，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台湾关系法源啊。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啊、这个法哦，以起的保障来台湾，在台湾那个 Chinese Taipei 的这一群中国人呢、啊，但是在里面他没有写中国，他说这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呢、啊，就是在台湾岛上的这个中国这些人呢、啊，所以台湾关系法里面他写的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所以呢，台美只有关系指的是台湾关系法的关系，它并不是外交的关系啊，所以台湾并没有跟美国有正式的外交哦。所以他才会说没有外交，只有关系。这是那个什么黄朗啊？哦，蔡黄朗改问的嘛？嗯，我们有没有外交关系啊？啊，所以说我们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啊。因为没有邦交，所以不能称为外交关系啊。台美没有邦交啊。啊，没有邦交，不是说曾经有邦交，变成没有邦交呢？是本来都没有邦交哦。是本来就没有邦交、啊、那这个台指的是台美关系法来在定义的台湾治理当局啊，并不是中华民国啊。但是他的文件里面又有写到说，美国承认在1971年以前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现在称为台湾当局啊。一个中国政策哈，我头都讲过嘛，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经常混用，所以我们看一下影片，稍微解读一下啊，我们看影片五。替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 好久以来这个事情不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你说多少台的台湾护照了？五号，刚好台湾护照。无啊，啊，现在媒体拢讲台湾护照，谁闹了？即马就是这两个名词，一直南，一直南，南到你都唔知影，那亲像。那个糖甲盐南做伙，你免来分落去，叫高霞来分哦，无可能啦。那哪一日南南到尾啊，咱就分袂清楚，啊，咱就拢用拖咧行啦。那你看未来得套出来啦，吼、哦。外国人看得真清楚，台湾人看得真模糊，这毋是新闻哦。但是伊甲做出来，真亲像新闻，对不对？我想要讲伊这是毋是新闻，因为你看伊问迄个 AIT 的官员的咧，伊来回答讲，这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啦。啊，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才凸显这个问题？再来，金门的议员阁如何笑？这就趣味啊啦！永不能因为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的，金门马祖根本属于福建的，是不是？是啦，伊就是福建省的啊，嘿，中国领土啊，金门马祖属于福建，啊，福建属于中国，啊，所以伊的国籍要写，啊，无爱写啥物货？不写 China 要写什么？咱外国人看真清楚啊！啊，台湾人改加金门马祖拢当作啊，迄嘛是台湾呢、啊。迄那亲像中国甲台湾当作
中国一部分，同款意思啊，同款意思啊。啊，咱的讲话中间吼，咱嘛已经受到污染，也是讲洗脑。第四高来讲，咱有当时在语言中，咱会产生这款的现象。譬如可比讲，我举例啦吼，我是本省人，啊，你外省广东，你外省山东，你外省广西，你外省山西。啊，你一省，我一省，你一省，我一省，什么意思？咱的省中间头顶有一个国家叫做啥？所以当咱讲外省人的时阵，表示咱已经设一个前提，讲我承认中国是我的祖国啦，是安尼啊。所以唔，他讲用省，唔讲用大陆，会使用内地啦。内地就是咱日本本土叫做内地啦。咱家这个本岛，哦，过去咱的时代人是安尼讲的。啊，所以唔通伫遮这种语言顶面讲咧外省，因为外省的。真的就是這樣，但你說的台獨也是同樣的問題。媒體辨識法，我們看那個月娘的時候是用倒邊這支還是正邊這支？倒邊啦，啊，看白菌細菌啦，你用正邊還是倒邊？正邊，大家都知道嘛。啊，我再問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看月娘的時候，怎麼可以用正邊這支？不可以，可以啊，但不可以，看不到啊。你看白金，敢那用倒边这支？会使啊，看袂到啊。就是讲适用性啊，它有没有适用性啊？哈、哦，伊有下用无下用啊？唔是讲可能性啊？唔是讲唔是咧问可能性哦？哦，因为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在不是在问你可不可能啊？当然可能啊，你用这个看太阳也可能啊，把就当 C 而已啊。可能都可以看啊，是看不到，或者是你不正常不正常的方式去理解啊。那看媒体嘛是啊，爱看原文件，爱多方的对照。那来看那个美签吼，那去有去过美国吼，你来办美签啊，办美签即摆有即个美签小帮手，你个点落，啊，再有一个英文呢，你个点落，伊就变英文版呢，你个看。中文版的第一题，美签小帮手的第一题，你是否为美国公民嘛？好、哦，阿加的下一句哎，啊，你的英文版点了，你要说哎 ，U.S. citizenship， 就是美国公民的意思啦。啊、哦，啊，你的中英对照，你的做明显的嘛？啊、哦，来第二条，你注意看第二条中文，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啊，你 citizenship 那怎样对应出美国公民的公民？那表示说，台湾公民的这个中文里面，它的英文版应该会有台湾 ship 吧，台湾的 citizenship 嘛，啊，并持有电子晶片护照及什么身份证字号啊？加油下，你是否为台湾公民？这是懂中文版的哦。那我们把它切到英文版，你看，哎、欸，啊，所以变 have e passport， 所以这句登录的中文内底，英文开始这个。Have e passport 就是这个，你是否持有电子晶片护照？安尼尔。啊，所以中文，你若刚刚捌中文的人，你讲，哎、欸，对啊，我们台湾也有公民呢，也有护照呢。啊，你也看这个台湾公民叫啥 ？Are you a Taiwan national？ 国民呐、啊，国民的、就是，但你要叫公民呢？台湾 national， 所以你也用这英文去查。国民 national， 所以哎、欸，翻错了嘛？怎么会是台湾公民？台湾没有公民呢，因为我们不是国家，哪有公民？啊，台湾 national， 你要查嘞 ，citizens 公民 ，citizenship 国籍，啊，他多的 U.S. citizenship 就是美国国籍啦，啊，你要有你是公民才是国才有国籍嘛，啊，所以你啊。比较文件看媒体时阵，中文的、英文的、其他日文的、法文，你也会晓的话，你去甲比较出来，你就当较接近真正的原来的意思啊。你也看这个，你是否有持台湾电子晶片护照？这样嘛，不需要台湾啊。这样需要 have e passport， 你也无说 have Taiwan e passport 嘛无啊。所以没有台湾国，没有台湾护照。主权国家才能发核发护照啦。我们看一下影片六。
还要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喜欢。很礼貌，很人性的人。顾客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4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个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喜滋滋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暂停。马英九说台湾护照吗？他说中华民国护照吧。一开始记者是说中华民国护照嘛。他刚才你有听到台湾护照吗？记者又说一次变台湾护照，你有听到吗？有吗？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一直在换一直在换，我们像在打那个麻雀一样，他一直在跟你换牌所以就是这种媒体就是都这样在算的我们继续放下去哈。那个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有人劈头就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愿意为国家贡献。”暂停啊，在前面一点，你看那下面那个字母，play， 好，这里你要看，陆丰台护照，伊无论是声音、媒体、图片，伊拢一直在跟你南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概念，改揽这会混用，咱就分袂清楚。好，这个我们可以关掉。所以没有台湾护照啊！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哭了，台湾护照被拒绝，哪有台湾护照？被拒绝的并不是台湾护照啊，是中华民国的那一本啊，不是台湾护照啊。更有趣的是，那些新闻哈，我。要把截录下来，那些新闻后面有说，说那个给他动下来那些人跟他们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你的身份，就是说你如果其他人拿出来证明你的身份这趣味的啊，我们这群人去美国那个开记者会入海关的时候，这中华民国的护照都拿那个我们台湾政府的身份证，要翻开看我们的身份证看看你的人面对不对翕相就通过了这问题就来了，护照美国给我们拒绝，表示护照的失效而已，甚至他要要你通过要另外一个证件来证明说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这样表示这个证件的效力啦比护照更大更高，对不对？表示这个证件，因为你要另外一个证件来证明你的身份，表示说这个护照已经没达到会让证明你的身份啊的效力了嘛，所以要另外一个证件，需要另外一个证件来证明你是谁啊，那表示护照的功能已经低于这个证件了。这护照在台湾的用意是你出关啊，你要用到这本啊，你要用到这本啊，入关呢，入关你当然要护照啊，但是这护照现在的状态是人没承认，你还要用另外一张，来证明你的身份。我们现在困境在这里，因为我们没国籍嘛。什么人给我们赴美美签，给谁啦？这赴美美签是给谁的？给台湾人？台湾民政府？我们来看，免签计划也叫一个，叫简称 VWP 啦哈。你看这哈叫一个小 E 有无？这个网站你给它点落去，对，找出这个字。台湾人对几个英语真好，看有诶。我要去佚佗，佚佗尔，我得爱英语学到下下课考都去佚佗伊。啊，这嘛是哦，这边的国家，你这边台湾小 E。这个小一很这就出名哈，我2012年7月我去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免签计划，这个小一里面写的是 ROC，
免签计划之后，那 ROC 就拿掉了，啊，就找不到了。啊，这个一你给他点下去，就是这一个的意思了。这边有写了，他说美国法典第八篇等等里面提及的国家之外，要包含台湾了。提及国家之外要包含台湾了。啊，你看英文看无的吼，你看了加加，One China Policy 呢，符合美国政策呢，哦。Taiwan include 哦，叫做 nationally 哦，台湾是用承认的，所以咱是一个国家啦。这个倒猜得，结果呢，为这个代志看出来，你也知影讲，其实咱台美关系并不是外交的关系啊，是台美关系法的关系啊，非官方的关系啊，是美国给台湾免签证啊，台湾敢是国家？刚刚这个问题哈。出去，你若今仔日上课上了，等于甲恁朋友讲吼，都差不多戆去啊。台湾人即卖状态是安尼啦，就咱亲像我细汉啦，去用养饲，啊饲到大汉啊，啊三四十岁啊，常常一个人甲我讲，恁老爸毋是恁老爸呢，恁老爸是隔壁迄个阿伯啊呢。我逐工咧底下咧叫迄个阿伯啊，结果迄个是阮老爸啊。今天台湾人的新闻刷是变成是这样啦，我们每天在受媒体的洗脑，在仇日，在痛恨日本，小日本鬼子、哦、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顶顶起来，咱的仇日，结果仇的日竟然是咱的是大人，阿公阿嬷，这个教育根本就是完全把这个正反价值颠倒了啦。啊、所以今天你做一下看哈，中国人仇恨的东西，大概我们都要把他当成朋友啊。如果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我们要把他当成敌人，要把他相反过来啊。我阿公吼，九十四岁，伊甲我讲，中国人讲话做个碰风的，伊若讲好的吼，你爱甲除以三；啊，讲歹的爱甲乘以三。比如讲四川大地震，60万人伤亡，你要乘以三。638，180万人。哎，哪个你经济成长指数6，啊，你除以3，2，安尼，哎，大概得准啊啦，哎、欸。你看看这個美国跟台湾这個台美关系法的第15条加，叫啥？第15条诶，第2款。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人民，等等之类，以及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包括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包括政治分支机构等等。台湾这个名词，从来都是政治名词。不是法理名词，我讲为政治名词的意思是说，它可以被解释的，可以被操作的、操弄的，可以被诠释的。加，以此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伊讲我讲台澎金马列岛，无嘛？所以台湾关系法的范围就是台湾澎湖群岛啊，这关美国军事占领的范围啦。在日本帝国的领土，台湾跟澎湖啦，是情况需要，这些岛上的人民呢、啊、，the people on Taiwan， 是咧讲这啦，哦，叫倒下，叫下，哦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 这些人啊，啊 ，on 是啥意思？On 是什么意思 ？On the bus， 哦 ，On 就是徛伫顶头。Off 是什么意思 ？The，off 就是 the 啦。所以 the people of Taiwan off 就是台湾本身的人，台湾这土地生产出来的人，咱啦。On 就是你来为外口来的叫做 On 啦，外口来的叫做 On。我们看一下影片7。
历史关键时刻呢，自营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他都讲的那个名词互换，你大概爱开加英文啊？你也看到名字，你也英文。一点一个设计好的，让他慢慢进入情况。我说，就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个这回事？他说没有，就讲了一半的。我突然就问了。说台湾呢，在报纸上这两天在报纸上说，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啊，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Our policy is clear. That is, only one China.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oreign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击。为什么？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这个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的时候就讲了，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这句话就是严重的打击，所以呢，你来快点啊！不要讲这是中国官方家己的领地，跟台湾没关系。就亲像我若还未结婚，林志玲是阮某啊，我迄个啥物名模拢嘛阮某，好拢阮某，啊人是当作我军装起来是讲我笑的安尼尔，吼啊，那某比人还未结婚，就算有男朋友，我会啷个追求嘛？但是伊若结婚哦，伊若结婚，因翁身份证摕出来，我因翁啊。你可要创啥？咱咧讲个法律个关系就是安尼。今仔去台湾个法律地位，若无用我清楚，啊，即中国派出兵在安尼高高低啦，你知无？在安尼高高低啦。啊，咱个法律个地位就是1945年个4月7日，咱已经落定啊，过户啊，带过门啊，啊，着正牌不得去向靠压的。到今仔日啦，啊靠阿弟，咱遮个人民煞毋知影讲要去找咱原来的翁婿，啊伫遮对一个罗汉卡流浪来的罗汉卡认伊做翁婿，啊乱到真啊！今仔日啦，谁退出联合国？伊讲台湾退出联合国，谁退出联合国？其实毋是中华民国啦，我头拄仔无讲 One China Policy。鲍威尔无讲，台湾 did not enjoy sovereignty of nation， 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那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表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可以被拥有啦。因为我们是整个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的领土啊，我们不拥有所有的大日本帝国啊，一部分的领土啦。但是你说我们有可能回到大日本帝国吗？也不可能了啊，也不可能了啊。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国际地位正常化。第一个，我们是被占领的人民，美军你还在占领中，还在美国的眼中，这块地都没有本土台湾人被占领的人民，问题出在这。所以我们之前那个美国跟我们质疑说，你拢中国人啊！你拢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你拢中国人啊！你头我占领的人，所以过了美国帮咱人发迄个晶片身份证是要甲咱做区别，因为区别出来，咱就是被占领的人民。被占领的人民依据国际法，你占领方要负你占领方的义务跟责任啊，是安尼啊。哦，啊，咱即摆讲着，因为1945年4月7日。落交书了后，咱是新民，你也知影哦。无老爸就无囝哦，无老爸就无囝嘛，对不对？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本来讲，可能阿公就变囝，无可能嘛。无天皇
就无新民咯。所以我讲来讲，天皇这个制度也搁低嘞，咱的身份、新民的身份才会存在啊。但是咱的心中若无天皇，咱是讲咱的新民嘛无路用啊。迄个咱亲像了尾仔囝，甲上甲迄个老爸财产摕出外口挥霍，伊心中是无老爸啦。等伊认捌家己钱拢开了啊，去用卖嘴啊做奴隶啊，伊认伊讲有一天反省讲呀，伊有一个老爸伫厝里，伊要倒转来找因老爸，就算做因老爸诶，迄个奴隶也是做伊长工拢好，至少是倒来老爸厝嘛，是毋是？所以你爱心中知影讲，你有一个天皇要效忠，咱要倒转来找这个法律的身份。你的心民的身份才会闪现出来，才会清楚啦。啊，无咱讲天皇天皇天皇，哦，要接受一个，惊一个，安尼是要怎啊？安尼讲观光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真的在心目中一定要有天皇那个位置存在，我们真的法理的身份才会产生啊。来，2758决议文，加我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联合国里面有一个合法代表的席次的名称叫中国，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被退出联合国哦，没有退出来过哦，退出来的是他代这个席次的代表的人，或者是组织，或者是政府。啊，进前就是蒋介石代表嘛，啊，因为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的代表，那原来的那一个就变不合法了啊，所以叫不要看下，把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弯曲的台湾人，佮伊讲啊，这恁家己写的啦，恁民进会家己编者啊，家己去查，吼、哦，家己去查。连2758决议文，你上网 Google 直接查2758决议文，就会跑出来了，吼、哦。啊，这个是中文版，这个是英文版，这边有写、啊，这边有叫下，吼、哦，这个 expel 叫 forthwith 立即驱逐，将开线，从这个席次上驱逐出去，这是英文版的。啊，你也查到了哈，它是一张很大张的一个公报，然后这个是在右边中间的地方。来，咱中国对几个？其实正经讲起来，咱中国是天国啦，对不对？哦，中国是天国啊，因为拢上天爷。中国哈，咱即个讲法律的中国啦，咱阿祖迄国啊。那你阿祖阿公迄个就是祖国啊，有人会去问啊嘛？太祖嘞，我也知太祖可以要得多一多要几代，第一代啊到十八代，唔知嘛？咱即摆咧讲的是阿祖迄个时代，即、這个国家有制度、有真规矩、法律来治理，而即个国家的国度叫做祖国，咱是安尼定义啦。台湾敢会咱独立？啊，恁朋友会甲你问啊，是安怎袂使？不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的殖民地，无法度解决台湾独立是安怎袂使这个问题啊？安尼讲好听，爱讲好听。来，台湾人啥物人想要独立啊？中华民国人呢？不是台湾人要独立哦。我头拄好讲嘛，咱的情感向别里来底，所以咱是对这阵中华民国都亡来台湾的人要独立的。独立是啥物货？啥物叫独立？独立就是吼，本来你孤立啊，徛起来那是独立嘛？唔是啦，有人安尼解释啦，我唔是安尼独立啦，因为咱即摆用拍打压啊，拢孤立啊，所以咱即摆徛起来那是独立。其实唔是，独立是安尼啦。独立的定义就是安尼，你有一个前提，吼、哦，有前提的，它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有前提的。你是一个殖民地的状态，你有宗主国。第二，你是。有一个母国，你不是殖民地哦，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土。你有一个母国，你是那个国家的部分领土。那你要从这个母国
独立而出，或从这个宗主国脱离他的殖民，建国独立，安尼叫做独立。这个跪舔叫做独立啊，这个独立吧。所以这甲大家，甲大家讲啊，你得甲记起来，你得知影讲，其实独立这个论述其实是很薄弱的啦。因为很多人话独立，唔知影家己要想要要独立吧。独立是假议题，这欺骗台湾人的啦。来，咱来看例哈，咱看例。魁北克这个加拿大的领土，魁北克想要从母国加拿大独立而出，对不对？宗主国过去这几地拢大英帝国的啊，拢殖除了滇管这几地安尼，其他拢殖民地啊。独立之后又回归变成大英国血，所以澳洲的女王也是英国女王，纽西兰女王也是英国女王，加拿大女王也是英国女王。卡扎苏格兰被倒票独立出大不列颠王国。一起母国吗？乌克兰克里米亚、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这西班牙啊，加泰隆尼亚从想要从西班牙独立而出啊。台湾呢？你跟我台湾的会议花去了，因为你喊台独的人不晓得那个你的母国是谁，所以独立是不可能的啦。哦，台湾的中国人才想要独立的。因为他们就是逃亡来这边嘛，他们想要中国的控制啊，来到这边很好啊，台湾人很好骗啊，骗成你们都是中国人，然后你们赚的税金都养我们这些一小撮的人，那我们就要独立，不然我真的美好的状态是不可能放手的啦。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希望今天的课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较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帮助大家解决头壳中这个毒素，予咱大家会当赶紧倒转去帮助咱的亲人朋友，唤醒伊，加做一个本土台湾人，为着咱未来打拼。多谢。